松就松，好，是不是这样？好帅啊！是不是？是不是出专辑了？怎么？太感动，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。嗯，对对对，在11月20号发行我的第三张创作专辑，然后就希望说大家可以支持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听到你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曲？等一下，下一首歌会唱我这张专辑的第二部主打歌，就是第二部主打歌。对，这一句我有句话要跟你说。第二部主打歌叫什么名字？才不会忘记你。对，不要忘记我。然后对啊，我说才不会忘记，不要忘记我。对啊，来，哦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哦，那我们家的时候来，来到这边，当然不是很久没来了。对对对，今天有带东西送给大家，就是我带一个手表。手表，大手笔。对，手表呢，就是其实这只是男表，然后如果你还是抽到的话，可以送他男朋友。然后对，男孩子抽到的话呢，就可以自己戴。怎样才可以拿到这只手表？我来问一个问题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季家中的第三张全新创作专辑，专辑名称叫做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哎呦，提示，我数一二三，两个字，两个字啊，对，两个字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半夜会发生的事情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提示到这里了。好，那我们我数到三，举个手，好不好？好，数到三举啊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三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戴口罩的同学，好。戴口罩同学，同学们，快速上台，上台，快速上台，上台，快速上台。快点，事不宜迟。开个便道给他喝点，快，冲刺，你还有两秒钟，好，一秒钟，你不要以为在见习就是当见习在走啊，我们要快步，你还有半秒钟，慢慢来，对主持人很严格，你还有你可以再慢一点，你再慢一点没有关系，好，那专辑名称叫做什么？梦游，不是，但是。对，梦游，他很怀疑。梦游，梦游。答对了。答对了。那这个手表送给你吗？那你要自己带还是送给你朋友吗？你男朋友这么多啊？好，那我们先拍个照。哇！好，这是送给你的男朋友们吗？要拥抱一下吗？哇！这么小家子气氛吗？要。方便吗？可以。好，我要生气。还有行动支持我们季家中的第三张专辑，好不好 ？OK。好，谢谢各位同学。祝季家中已经迫不及待跟我们展现接下来的收益。下一首歌是我上一张专辑的主打歌，然后是一首慢歌，想说唱的情歌给大家听。然后想说等一下哪边比较大声，我就坐在哪边看唱好了。好的，队长唱。好，这边比较大声，这边。好，这边比较大声，然后这边一边唱一半好了。